What?利用着对方中单 bad boy 没有拦，直接上来平 A， 而上路的话，一个技能是拉了回来，反身给到Q。蒋中龙来了，这边的话直接指了进去，这个位置正好是卡在了反卡的边缘，是一个夹子夹了一下，打了一套，但是日女的自己的血量反倒是掉了很多，又是一枪 ，TP 落下来，这边没有后续了，保一手队友。再看一下这边，有 Q 的没有给到，闪现上来还差了一点点，对。双方打野的话又是刷到了自己的下半野区，但其实谭大卫前期没有任何太大的动作，反身一个一级人上来指上之后挂上这个点燃，再看一下这边没有蓝了，反身一个二段 Q， 哎呦，指上去之后自己第一时间是被 Loka 这边点纯残血击杀掉，反身还打出了新的一个，直接在草里 Q 到自己的石头人下来的。哎，这里要等刘娜六级了，直接上。也是定到之后一个大招，感觉哎交了一个金身规避掉所有的伤害，两个三个 TP 落下来，这个泰坦刀给到之后还是先手被秒掉了，潘森被拽了一下之后开了一个 E 技能去挡掉了大部分的伤害，这条水龙还是哎还这边直接一个钩子上来，第一时间是打出了 Marco 的一个金身反身下路，直接 Loken 给到了一个大招消耗一下血量，雷欧娜大招也快转好了，这一波的话可能要等一个风龙的小加速圈直接赶了过来，拿掉的话赶紧走，日女赶紧走，这个赛直接挖洞上去好了。哎，这里不走吗？哎，这个第一时间没有走，反身这边绿毛直接一个 Q 技能之后跟他们赶了过来，直接一发平 A 带走，反身这个大招过来看一下是关注了对方的 ADC， 好可怜啊，这个心 MF 在面对铁男大招的时候没有任何办法，而反身的话正面看一下阿卡丽这边直接是带走了对方的Marco，还是陷入了非常大的劣势，直接跳上来。那这边直接跳上来定，看一下想要定到绿毛，但绿毛这边一个 Q 技能直接定场走，反身 Marco 给到一个日女的大招之后 ，MF 一技能减速，交出自己的闪现的 Knave 能不能走？但绿毛身上还是比较肉的，反身又是潘森的一个 W 定墙之后，哎呀，交出闪现大招，直接 Bad Boy 收掉这个人头。好，之后的战略意义上来说，还是上面会占据比较大主动权，而上路这边直接打了起来。先看一下，这一个一技能挂上之后，反身潘森交出自己的闪。闪现回到侠阵之后，一个 Q 技能没有能够杀掉，但只要能撞两头，只要能撞两头，就是这个版本先锋最大的战略意义。又先看一下正面，直接这边阿狗交出大招之后，逼出了弄的一个闪现，反身一个技能上来之后，而正面绿毛第一时间留下对方的上单潘森，然后蓝色方进攻 Gamy 的一个 TP 亮了起来，关进了一个谁？看一下这边关了一个 Marco。这波 Loken 直接是输出环境太好了，没有人限制到他，拿到了一个双杀，还在追。他拿了一个 Q 技能给到之后，反身想要偷，这个我就感觉他有一点最后 MF 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放大招的位置。而在正面团，如果京东 Gaming 把自己的拉扯做得到位一点，那 MF 在打团中其实是找不到太好的输出位置。先看一下这边，直接弄 TP 过来，一个一技能是拿到 Bad Boy 这边给到一个大招负隅顽抗，正面还是直接被来自中路 Loken 的一个女警的大招爆头击杀掉。这波的话应该是哎闪现过来没顶到吗？ Loken 这边极限的拉扯反打，又是日女大招也空掉了，天哪，就主要是你现在日女没大招了，大龙挣不了了呀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MF 大招，没有办法，哎，但是要被扫死一个吗？潘森大招也丢掉了，这两个点没有大招的情况下，这位置如果这个团不太好打，哎，闪现要推，
对的，加，但是这边给的是盲僧，盲僧这边先后拉交了一个金身，残存这个位置被拉着之后又被锤飞，哇，女警这个输出直接两枪点死了，阿卡丽要进场，正面这里刘娜也是被打掉，阿卡丽二段大招冲过来，高子哥这边是吃到了一个辛德拉的大招之后开启自己的金身，这一波你可以看到在打掉对方的两个闪现之后，第一时间没有人能够威胁到 Loken， 然后他这个女警疯狂点点点，这就是为什么9.24版本女警已然登顶的原因，确实。 配合着新版本的暴击装，太变态了！这边的话又是拉了一下，哇，一棒子敲死。那这一场之后，其实我还想说一点，除了 Loken 的女警，绿毛的好几个 Q 都是在小规模团战第一时间的一个发力点，而且他 Q 的很准。那这样的话，京东 Gaming 是顺利的推掉了 YM 的水晶，让我们恭喜京东是取得了在本次德杯的第一场胜利。 好的，首先恭喜 JDG 刚刚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。那么又到了我们接下来进行的赛后采访环节，先有请我们的比赛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。嗯，大家好，我是 JDG 的上单柱。好，谢谢。那么，这场比赛当中呢，我们想先问的第一个问题是，在这场比赛当中，你刚刚拿出了铁男，那么在拿出这个英雄的时候，你是出于一个怎么样的考虑和想法？ 因为对面一楼选了潘森嘛，然后铁男打潘森也是不错的选择，然后他潘森存在摇摆位嘛，然后铁男这个英雄先选出来 ，counter 也不是很多，所以说就选了铁男。好的，那么刚刚在这场比赛当中呢，我们还要考虑的是，现在这个版本当中啊 ，ADC 我们都说越来越难生存了，那么在上单这个版本当中，你觉得它的重要性有没有又提升了？上单的话就比较。 跟峡谷先锋的联系比较大吧，然后最好是在峡谷先锋刷了之后的那段时间，上单能推线的话，就对团队很有帮助。好的，那么在这个版本当中，可能也觉得上单现在的地位也逐渐的越加重要了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在这次的比赛过程当中，也是我们休赛期又经过了这么久的队伍的第一场正式比赛，那你觉得这次的新赛程当中队友的配合程度又怎么样？ 因为我们都是比较熟的队员嘛，就是180和190连 JDG 的合体版，然后我们配合起来就比较简单嘛，感觉。这两年的时间，感觉配合得更加如鱼得水了。好，那么谢谢我们的采访选手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场的精彩比赛。